Kenny 你好。Hi 你好。你好。OK， so 想知道一下你对这两天 Saint Mary 的 workshop 有什么感想呢？我觉得很好咯，真的是可以让我更了解，更上一层楼，更能够 up 到一个 level。至少因为这个是我们以前没有面对过的一个，然后现在我这样上了这个课程，我觉得对我来讲我会吸收了很多很多，是很好的一个课程来的。嗯，你之前有没有听过 KPI？ 其实 actually 我是没有听过 KPI 的。没有听过 KPI，你说你对 KPI 讲，你对 KPI 有什么好处啊？KPI 能不能够帮助到你的公司的成长呢？会，看起来会。嗯，因为始终我会觉得，我感觉上我的公司他会想要更上一层楼，所以有了这个 KPI， 让我感觉上就是我们真的会更爬上去。嗯，对对，会跨越到可能。到上市公司的那种极限，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的未来还有公司的未来，对对啊，跟公司一起成长，对对 对，是的，很好，好 ，OK， 谢谢你的，谢谢 ，Thank you，Wish you all the best。